五升的压力桶啊，是安装的。这个表我们是装在这个地方的。然后这个是出料口，我们接这个白色的管子，出料口。这个红色的接在这个出气口这里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接在这个喷枪的气尿口这里，红色的管子这个地方。气尿口接在这里就行了。